来吃一家58元的双人烤肉的团购套餐。夏日限定版的告白，你总怀疑我的心里是不是会超载，偶尔出有你的话，不知道是被谁教坏，在我身边你可以放心做一个小孩。团购里面两杯可尔必斯，就是乳酸菌的味道。这个拌菜放醋拌的，我觉得花生米很好吃。调味的很好，这个是蓝莓的土豆泥吧，应该是。土豆泥色拉。超绵密的，蓝莓酱有点酸酸的，有帮烤服务，挺好的。原以为全程都会有帮烤服务的，结果开始即结束，后面的肉全是我自己来。哎，这个肉刚刚烤的时候喷了一点白兰地，闻不出酒香哦，回味闻一下一股酒香味的，加点酱吃，要多吃点蔬菜，多包进去，多包点肉肉，直接一口焖。一开始试图咬半个，咬肉，只能整个往嘴里塞了。不能一口闷，这还一口闷，太多还是咬不动。牛肉，他为什么没有给勺子？我也不知道，就用那个筷子拌拌。泡菜炒猪肉，我还以为是个盖饭，来一口这个三角形的蛋蛋。有新的蛋，微微辣，还是偏甜口一点的。自己烤了点肉，这都不知道什么肉，两片很大块的，剪成小块的，就是猪肉吧，梅花肉，梅肉，把仅剩的一点蔬菜拿过来了。这个是刚刚烤的，加上改良版的韩式烤肉吧，因为这个它用的网很日式，加点泡菜吃。还有两款肉，我也不认识什么什么，一块是鸡肉，还有一款，一个是鸡肉，那这个什么肉呢？这个是牛肉吗？又烤了一块牛肉。我觉得这个牛肉的香味比第一款要重。还有最后一款鸡肉，刚烤完了一盘鸡腿肉，嫩。套餐里面还有一盘这种莫名其妙的盖，这个双人餐两个人吃有点多，着实。炒了偏咸，一定要配饭吃，黑椒牛柳盖饭。大众点评打卡加收藏送的南瓜粥，比较稀。哎，
这上面撒了一圈不是奶油，是椰浆，虽然稀但挺好喝的。家店反正58团购已经没有了，现在好像有个88的团购，在南京西路商圈的话，性价比还不错，而且新装修的，环境也挺好的。烤的话，只有那个撒白兰地的牛肉服务员会帮烤，如果别的要帮烤的话，要特地去叫。嗯，就这样，拜拜。